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大老二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来拯救我的城市啊！看看我这个超人啊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好不好？看看我这个黑色的墨镜，这必须是超人必备的一个装逼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再看一下我这个，这个老二就有点小了，不过没有关系。看看我们这个往前跑，然后加速，起飞了！哇，我根本就是这座城市的守护者啊！你看，这个城市如果没有我的话呢，怎么可以呢？来吧，我们这就下去。哎，小姐 ，Hello， 小姐，有没有看到我前面有个大鸡鸡？哎呦，揍爆你！哎呦，揍爆你们！哇，不能揍人。好吧，那我们看看现在有什么东西是需要。这边失火是不是？哇，这座城市会失火啊！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拿出我们的芭蕉。哎，等一下啊，太高了，太高了！看我们拿出我们的芭蕉扇。哇，这种失火怎么会失火呢？我的城市怎么可以容许它失火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这就冲！看一下这边，哎，这次是什么？抢劫！妈的，在我眼皮子底下居然敢抢劫，是不是？没有关系，看我一个！哇，来啊，一个一个，一个一个，给我过来！看我一个表莲火！我跟你讲，我这绝对不是 DC 的超人啊！我这他妈根本就是木叶忍者村毕业的，哈哈！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个车子啊，交通规矩给我守好啊！妈的，我是治安守护者，跟你说，不要在我眼皮子下犯罪啊！哎，这次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图案？我来看一下。哎呦，这边有一个，哇，这打不到。哎呦，哎，这边有货柜啊！好，我们去看一下这次的任务是什么。哎，怎么在大房子中间？哇，我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哇，一个小姐被压住，太扯了吧！干，这压得没有死哦，你们跟我开玩笑是？哇，还爬得起，还可以欢呼啊！你是不是欠揍？哎，哇，哎，我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他妈都有忍术啊！给我瞬间移动是不是？这几台车子，你敢给我超速啊？哈！在我面前超速，哇！这次又怎么了啦？哎呦，又失火了！吼！飞了！失火了，失火了，没关系，这边有我在啊，好不好？吼！等一下啊！哎呦！失火的话就拿出我们的芭蕉扇。哇！超人怎么可以总是在做这种事情呢？他妈灭火这种事情是难不倒我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来接一点不一样的任务。这边有个蓝色的任务，我们来看一下蓝色任务是什么。啊，这边，让我们来接看。哇，有人被压，哎，妈，管他去死啊！我们先接任务再说啊。哦，这什么？进洞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是要怎样挑战我的飞行技术啊？啊，敢跟我挑战飞行技术是不是？哎呦，哇！看我一个冲！哇，看真的很爽啊！哇，这根本随心所欲，我就是这座城市守护者！哇，前面一直线，冲！我太车了！哦，这根本就是妈超人一般的存在啊！这游戏已经被我买通了，好不好？我开外挂、啊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呢，再去接看另外一个橘色的任务，看看是什么东西啊。哦，橘色在这边是不是？看我一个，哇！吼吼吼！看我这个空气弹，该傻小啦！哇，这他妈超扯的，飞起来！看我一个黑暗霹雳，哇！哥教你怎么丢飞盘啊！好，我们来接任务。这是什么？这要干嘛？打爆东西是不是？
我靠！哇，这个我看不到，这根本是木叶旋风啊！等一下，我要看小地图。玩游戏不看地图的话，他妈会出事啊！看我一个头！哇 ，OP， 嘿嘿嘿！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些城市人还有什么需要我啊？哎，我们去冲水看看好不好？我们去水里面游一下。哇，这感觉真的超爽的、啊！你看我这个神龙摆尾，我要追上自己的尾巴，追上自己的尾巴！哇哇！再来，往下冲，我撞！哎，比肌肉啊，兄弟！我比肌肉啊，哇，没有办法，好。你们超速啊！不行啊，这破坏车子会扣钱啊，这会扣薪水的啊！妈的，老是在救火，也太大材小用了吧？哎，真是的！哇靠，这样子怎么成为一个韩粉呢？对不对？啊，真是的，太难过了。我们这就，看我一个霹雳螺旋手里剑，哇，这台车已经被黏住了，撞爆你！哇，看我一个顶到你怀孕，顶到你怀孕！妈的，又失火了，真是的，他妈的，救火，让妈浪费生命在那边救火！哎、欸，真能不能够破坏城市一下？我若成佛啊，天下无魔。啊、如果我若成魔哦，那天下无佛啊！敢叫我做这种杂碎的事情，妈的根本就不适合我、啊。像我这种人，像我这种超人，像我这种老二有个特别大的有没有？当然就是来破坏这座城市啊！好吧，这游戏不允许我这么做、啊，真是他妈的狗屎。